家好，我是李大美儿。今天是我来荥阳这个香堤湾酒店度假的第二天。今天呢，我换了一个房间，上次那个房间是叫做夜雨，今天呢换了一个叫做锦瑟。然后上面这边牌写的一路住，他这个牌我特别喜欢。这个是商隐小路的一个管家，他每个房间呢都是有配对的一个管家，就是有什么事情可以喊你喊你们是吧？你们现在那个工作正常就是都有哪一些服务啊？比如，只要是客人需要的，我们都能服务。对，我经常都让他帮我去拿外卖，还有每天呢都是有免费的水果，还有早餐啊什么的，还是比较贴心的。现在在收拾我们吃过的一些东西。好，谢谢啊。西瓜还有吗？我女儿手过敏了，然后管家拿着药箱过来，我看一下你的手。也不痒是不是？现在也不痒，一弯也不痒了。这一弯也大概有个关系。对，就很突然的，我以为是感觉他们说下午去玩沙子了，就很突然的酸疼。可能刚穿那个短袖，然后去户外了，没有搭浴袍，哇，老了，吹钻风了，风湿了，现在。这两个好像是我的云南白药吧？这个喷的，好像先喷这个，然后再喷那一个。帮我喷一下，膝盖的，凉不凉？凉。好，谢谢。马上也要下班了，12点了，快。好，好，谢谢啊。嗯。好。这个是他们每一间房子的一个招牌，挺好看的，我特别喜欢，我觉得在这边拍照是特别有感觉的。现在是晚上时间。我们今天就来参考一下我今天住的一个房间吧，它这个风格我超喜欢的，比上一套我还喜欢。同样呢都是三室两厅的，这个是入门处，我们先从门右边的这个开始参观吧。这个房间你看有一个也是跟那边是一样的，但是它这边是有点公主的风格，是带粉粉的，装修还是比较OK 的，就很少女心呐、啊。我看完他们这个装修，我都觉得回去要把我女儿的房间搞一搞了。这一间就是属于那种北欧风的，也是我喜欢的那种风格。你看这样随手一拍，是不是很公主照啊？然后因为我跟你讲，我来住这个房子太大了，它是三室的嘛，然后我就邀请了我们的老乡他们一起过来住，他们也带着两个孩子，这样子大家一起呢会相对比较热闹一点。这个是其中一个孩子，我们现在就是有四个孩子，还有一个吃，然后我儿子现在在那边吃饭，还有一个是姐，就是我们老乡，都是福建的。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就是在客厅跟餐厅的这个地方，我们把镜头转过来看看，这个是餐厅啊，然后这个桌子也可以当做麻将桌，我看的就是双面的啊。这个是管家送的一些水果什么的。这个乌苏是我们昨天喝剩下的，我今天都吐了一天，这会儿才给你们拍视频看。然后厨房是这样子的，好宽啊，摆放这些都特别的精致，主要是干净，还可以做饭，但是我们老是叫外卖。早上时间呢还会有管家送那些早餐什么的，他这边做了一个隔断，然后是家具是这样子的，现在就是有一点乱，因为我们刚吃完外卖。干啥呀？他这个桌子是我最喜欢的，哎呀，我也好想买一个这种桌子，拍照好好看啊。这个是我们老乡的那个姐，看一下阳台，哇，好冷啊！大晚上啊，打开这个门需要极大的勇气，我穿的太少了。今天突然降温了，呜，心飞扬，透心凉。这个是一个阳台啊，都是带阳台，后面晾的都是我们的泳衣。我们今天去泡温泉了，然后回来这些衣服都要进行晒一下，这样子明天才能再去。不想退房。你不想退房，你再拿3000块钱给我续住，行不行？我没有钱。这个是干湿分离的，然后还有洗衣机，上次我们那个都没有。
哎呀，我早知道我的阳台那个也做一个高低面，我觉得挺好看的。这个是洗手间，这个是工位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还有两个房间啊。先看这个次卧吧，我们把灯打开。这个风格也特别好看，摆放特别有精有致，他们这样搭配还是很 OK 的。不知道是哪个设计师这么厉害，这么棒。我们每个房间都是有人住的。最后这边呢，就是我的房间，我跟两个孩子的。然后他有带一个卫生间，哇，还带浴霸，终于晚上可以好好洗澡了。就是总体来说，这个锦瑟跟那个夜游会更喜欢锦瑟。首先就是它的格局啊，它就是那种阳台啊，还有厨房，还有客厅，它是三个连成一线的，一进来这个格局是特别好的。现在我刚弄进来有点乱，我还没收拾呢。这个是主卧，然后也带着梳妆台，还同时呢也是拥有飘窗，好看，好喜欢呢。现在呢，哎呀，住完这些房子哈，两天花了6000块钱，我回去就是想着说一定要更加努力的赚钱。今天没带老公出来真的是太爽了，想老公的第二天，哦，不想老公的第二天，最少我没有闻到这个烟味。我觉得哇，天天在家里就是闻我老公那个二手烟，我真的快吐了。每一天我明明都是不想洗头发，我的头发全部都是那种烟味。我都跟他说了好多次了，不要抽烟，不要抽烟，太难了。让他戒烟了，真的就是比让他去吃屎还难。吃一下西瓜，他们家西瓜好甜啊。可以讲，这个他们下午送了甜点，我在睡觉，我都没来得及拍照，被他们给分刮完了。没有，他送的是六人餐，你跟他说四个人，你要说是六个人，他都给你拿六个蛋糕。没有，这拿过来的时候，有次就直接放了。吃完了饭，现在先卸妆。卸妆，然后去好好汗蒸一下，那边应该有个汗蒸的。洗面奶洗卸二合一的，这用这个不用再用卸妆膏了，这洗完用水冲掉都可以了，卸得特别特别干净，我最喜欢用它这个了。真是一秒变素颜呐！我这一套出来旅游就只带了两款面膜，就是敷我草补水的，还有个是美白的。最喜欢用这种方便一点的，直接涂脸上。这个补水效果它是很深层的，比贴的那种好，所以我喜欢用涂抹的，方便不说，效果还好。它这个补水就是你洗完脸皮肤是特别水嫩的，我经常都用那种贴的面膜，就是洗掉了就跟没洗一样，很烦。给它涂满，然后20分钟就洗掉了。厚一点，因为哎，我老是泡着温泉，然后化着妆，我觉得脸都好干啊。泡温泉确实就适合素颜，但是我每次为了拍照我都会化妆。主要是这边没有暖气，然后我们开的都是空调，空调那个风吹过来特别热，我感觉晚上我的睡觉喉咙都快粘在一起了，差点就过不去了。等他个20分钟，我准备把衣服换了，穿睡衣，然后搭着浴袍去就行了。穿着衣服去那又得脱，好麻烦呢、啊。回来又得换，这个衣服是新买的，太不灵不灵了，好闪啊！我拍照都拍不出它的闪，我都喜欢这种不灵不灵一点的东西。好了，这期就先跟你们分享到这边了。